OK， 我们来实测一下，这台车最多可以载四个人，所以，我们现在两个队友在那边洒水，正爆车就要洒水。这台车看不太出来它到底有什么用途啊？就是除了洒水之外，也不能当消防车吧？我这样子还蛮有喜感的啦。那我觉得这台车其实不太实用。至于防不防炸呢，我觉得应该也不用试了吧？它看起来完全没有防炸功能吧？OK，那我们就继续看它洒水吧。如果喜欢我这部影片呢，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，然后记得帮我分享出去。